据台湾媒体报道，歌手王心凌二月宣布和交往四年的杨元浩分手，至今五个月来感情动向备受关注。而他两天前被拍到一脸素颜和三名男子去吃火锅，同桌的白衣男子脸蛋激死王小飞。三毕后，二人换搭休旅车进到信义区的某栋公寓，直到深夜也没有见到离去的身影。王心凌和三名男友人一起聚餐，顶着素颜赴约，可见交情深厚。他和邻座的白衣男用餐后搭乘另一位壮男的休旅车到信义区，且白衣男先将保时捷跑车交代管理员，表示要停过夜，最后再和白衣男两人一前一后走进公寓，隔天和经纪人飞内地工作。有关身边是否出现护花使者，王心凌经纪人回应时澄清，就是跟朋友吃饭，吃完后去补指甲，因为隔天要分深圳商演。同进的公寓是指做指甲的地方。紧接着经纪人补充说，他自己一点也不着急，大家却急着帮他乱配对，这样以后朋友都不敢跟他出门了啦。现年34岁的王心凌，六月才被曝密恋航运小开戴妮可彭，因此曾在脸书发表670长文解释，两人是认识10年的好友。他文中提到有一群好友，并命名为一起帮，强调生活很无奈，友谊万万岁。澄清绯闻时表示，已经习惯被误会，但是朋友不是公众人物，我不希望真诚的友情因为误解而造成对方的困扰，